資料確認しました。ストさん、ストさん。You all act like you don't know as the cancer slowly grows.说白了就是省钱省事儿。日本政府还在把自家的核污水和世界各地的核电站正常排水混为一谈。核电站正常运行排放的废水没有跟堆芯直接接触过，而福岛核污水跟融化的堆芯直接接触。It's not the IAEA decision. It's a decis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报告并不能成为。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的通行证，无法给予日方排海正当性与合法性，也无法免除日方应承担的道义责任和国际法义务。韩国的海盐价格仍然是维持在历史高位，产品的销售额锐减，后业也进入到了紧急状态。日方所作所为是将风险转嫁给全世界，将伤痛延续给人类的子孙后代。